所以喺中國佛教，確確實實有好多地方非常殊勝。一日三門，各位見到嘅第一個建築物就係天王殿。天王殿里面，你第一眼睇到嘅。 弥勒菩萨，弥勒菩萨嘅造像系做布袋和尚像，布袋和尚出现喺中国南宋，临安就系而家嘅杭州，佢同岳飞同时代，佢究竟姓咩名咩，冇人知道。 因为佢每人孭住个大布袋，到处化缘，人哋就叫佢布袋和尚。布袋和尚嘅特征系满面笑容，人肥肥胖胖，肚腩好大。到以后知道佢系弥勒菩萨化身，所以中国做弥勒菩萨像都做布袋和尚，特别明显嘅表征。 肚腩大，肚腩大表示咩？能包容，大肚能容，取呢个意思。满面笑容，欢欢喜喜，无论对任何人都系笑面迎人，所以将佢个像摆喺门口，就系、是、同我哋讲。 學法要咩條件先能入佛門？好似彌勒菩薩咁就可以入佛門。心量要大，要能包容，要能滿面歡喜迎人，呢種條件就可以入佛門。取呢個意思。